他说阿尔法、贝塔、伽马，我这方程式的三个根，就阿尔法分之一加贝塔分之一加伽马分之一，怎么算？哎，阿尔法、贝塔、伽马是这方程式的三根，行不行？根据这句，老师可以知道三根是和把阿尔法加贝塔加伽马是几？负的 a 分之 b， 负的一分是负六是几？六。两个相乘阿尔法、贝塔。两个相乘贝塔伽马，两个相乘伽马阿尔法 ，a 分之 c， 一分之十二是几？十二。三根之积，把三个相乘，负的 a 分之 z， 负的一分是负六是几？六。写到这边之后，告诉我题目要求多少？阿尔法分之一加贝塔分之一加伽马分之一。来，分数相加可不可以通分？可以。用几通？用阿尔法、贝塔、伽马通。用阿尔法、贝塔、伽马通，用阿尔法、贝塔、伽马通，这样行不行？那你看一下，分母是阿尔法多贝塔伽马，分母是贝塔多阿尔法伽马，分母是伽马多阿尔法贝塔。来，分母有没有一样？有，把分子相加，加起来贝塔伽马加上阿尔法伽马加上阿尔法贝塔，做阿尔法、贝塔、伽马是几？六。两个事情十二，所以说算出来答案就是几二就出来了 ，OK。